真心为您把关 SUM 里程保证我承诺。大家好，我是达友汽车业务小贤，今天来带大家看这台小车大空间的2017年 T 打豪华版，然后前车主也自己加装了原厂的 SR 空力套件，让整车看起来更扎实更饱满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内装的部分，这台里程目前是70,224公里，一年只跑10,000多，而且这台车都是定时和原厂保养，都有原厂的保养记录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方向盘左边这边，这个是它的定速功能，然后还有光感应头灯，然后前车主还选配安全特仕级的萤幕，功能很多。来看一下，像是卫星导航、倒车显影，还有蓝牙的部分全部都有。然后这买这台车的话真的是买到赚到，因为它连抬头显示器跟行车记录器全部都装好了，也不用再花钱。然后再加上说它是小改款的过后的车，所以它有后座的出风口。然后大家看到它的内装是非常的漂亮跟干净，也没有什么使用痕迹。好，我们这台是 CVT 无段变速 1.6 自然进气，然后它的平均的油耗有到16，是非常的省油。然后这是我们夜驶认证的贴纸，我们都有里程保证及认证的全车原版件。好，最后呢，我们这台2017年豪华版的 T 打，它是同级距像是大鸭或是 Fit 这些车种里面空间最大的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特价只要378,000。真的是买到赚到。如果有喜欢这台车的话，欢迎来达友汽车找我。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哦，拜拜。实在就是 SUM。